之前生日就終於都集齊咗元氣百分，絕對無敵。熱血最強，哦係，熱血最強系列嘅 Bandai HG 終於都收齊咗。算係一種補足，補足嘅話係補足細個嗰陣時一種點講啊？一種遺憾啦，因為細個嗰陣時咧就小學有活動，跟住因為嗰個活動嗰個時間就同呢一出動畫佢喺電視上播放時間相沖，咁嘅話就搞到我就睇唔到呢一部動畫，但我就只知道呢部動畫裏邊所出現過嘅機器人。於是過咗咁多年 ，Bandai 去重新再推出呢系列嘅HG 模型嘅話，我就相當之嘅熱期待，咁需要收齊呢個系列。終於就過咗幾年啦，三年嘅時間，應該三年吧，就終於將呢一套嘅模型收集齊。而今時今日亦都將佢砌完，所以嘛，就係咁啦。